们有请荣誉获得者陈飞宇、陈立农、邓恩熙、郭俊辰、欧阳娜娜、宋祖儿、张天爱、张雪莹、张哲瀚以及我们的 U9 组合上台。同时有请哇唧唧哇娱乐文化有限公司总裁龙丹妮、乐华娱乐 CEO 杜华为他们颁发荣誉。我们一生会经历不同的阶段，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目标，希望他们将今天作为新的起点，继续突破和超越自己。恭喜各位获得荣誉。来，请各位移步到舞台的正中央。哎呀，好谦虚啊，大家都把 C 位给让出来。好，也有请两位我们的荣誉颁发者为我们的荣誉获得者颁发荣誉。丹妮总，来，来这边，还有，这里还有一个陈飞宇的奖项，请雪莹带领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飞宇好像是今天身体不适，没有能来到现场。不能来到现场。好，来，有请，来一起合影。来，我们一起看镜头。得，非常帅气，非常美丽。谢谢大家，恭喜大家，请2020年继续努力。谢谢，继续加油，继续努力。谢谢各位，谢谢。